十二年二十五个月，台中央视六二镇市合并，人口加上来差不多有260万。在台中地北有一半的面积属于东势、沙岗、新沙屯、和平。过多人工压价的是山上地区，山上有七上的行业，太多数人工的合法也是高收入的太普强。讲到台湾的太普客，大家都外面都压价的哟。不过山上地区的人口90万，将台台中市的4%的，又因为离市中心过远，故说台台中央市合并以前，伊就讲讲为边缘化、人员流失，也得受理，都有许多的讨论。地方方的乡亲提小马的事情，又有用哪个建议？罗芬生、冯阳山带俺来去了解。八土四号路梅，首先土台山市的乡白客，无几久就到了太埔客家文化界四重天，也就是台中县的山上。下岗乡、东势镇、新社乡和和平乡，不过十二年二十五过后，台中县同台中市将合并做太台中市，也四个乡镇同台中县其他乡镇相款，拢爱改造起。农业是山上地区的重要经济收入。地方人士认为，透过县市合并，是在为整体农业产业做涵盖环境的规划和配套。像以前这个军工所，也讲东西的问题，因为伊的管辖范围某算叫某拉太，啊，你啊现在讲扩展到按所有中啊属于那个台中市的市民干嘛，所有地方。是金融市的做完整规划要讨论。如果依照我们的目前的产销机制呢，我们是把蔬菜水果先送去集货市场，再分送出来。那可是你有可能集货市场是送到彰化的蔬菜市场或者果菜市场，再分配回台中市。那这样呢，增加了食物的碳里程，其实是不利的。那如果我们可以建立那个城乡之间的产销体系，一样是在大台中市里面，让这个生产者跟消费者呢建立直接的那个互动，然后不但可以让农民多一点收入，还有很重要一点，可以降低食物的碳里程，让那个绿色生活呢更彻底的在我们这个未来的大台中这个都会实现。本来分配属于无相关单位的县市政府，合并下，当初建设唔系阁由县市个查批。对于了今年三万发展观光界三项天气来讲，也有全盘规划个机会。国道是要延伸到这个东势，那然后东势到古关，那这个道路怎么改善？那像古关的一些像缆车系统。包括新社一样，新社这也是怎么样把这个人从大坑这边引到这个新社去，然后让他一个油气系统能够串起来，能够透过整个网状的把台中市跟那边串起来，那甚至将来的那个大雪山，那甚至跟南投，这整个变成一个观光网。观光的资源呢非常的多，你就咪沿来就开发。过来，因三项期还有无个农特产品，那四季呢，水果都非常的多，没有停过。那中汉呢，是在动作呢，因未来太台中市，当作呢我们一个休闲观光产业发展的最好的一个地方。沿溪海边为乡村带来繁荣的想象，不过也有影响，可别因为当道建设让地方繁荣失去起本来的特色，无天说是一件好事情。必要的公共设施，因为县市合并来而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，这是必须的。但是不能做过度的用开发建设的主义这种观点呢，来对待我们现在的这个乡村，把我们都变成跟台中市中心一样。今日体通过后，省委妇科热络联盟指挥官卢思敖带领一批人进驻下岗，组成下岗人改建灾错工作站。天寿有200万元历史的刘伯父房重建，也推动下岗下期的整体发展。你好，期待到下岗，讲自家系本届下岗人，
卢思岳打拍个讲，无同石岗带落来，就会开始养个朴素之梅。其中无空块个国土，其实未来石岗可能诸多个问题。如果国道四号直接到了东势，我想以后大概就是说，如果万一中横最后还是又开通了，那我想吃中饭就直接在中东势吃，然后也不会在东势过夜。那石岗更不用说了，就跳过南过。南外界对繁荣界普遍想象，还有近期的铁架，不过也有影响。铁架起，温天仪摩天车还开始开。交通状况当然对新社是好啦，啊，比较一般土地是不涨价啦，土地涨价对当地人是不利啦，因为按像俺讲一般，那做农人啊，工作价，我买一个土地来工作来种东西啊。我变买唔起，我系经营来炒地皮，你炒硬地吼，其实对小民是太不利。除了做农家人口多，有四万人家三上地区，还有四上的抗人，两公家开发更加贴撇，就是太不强。几啊年来，当当然三万全新的台湾小油街客家强头，可谓本来个演戏家介绍是。城市同乡村融合，有人认为可能加速客化流失。即讲个，在个下五庄啊，上五庄，上五庄是吧？以前是过来跟东西来做生意，所以上五庄下了高，不过条产卖太不稳，还不敢开。过下了高了，还就房屋过去啊，太不稳就行对风险去，以前就风险讲做生意，唔该便宜接受。在隔片呢，发你做消息的。语言可比消息，三乡街客家文化可能就当危险。语言是文化的灵魂，所以讲漳州是没语言都没文化。所以讲，一部分那个陌生打包好了，唔多了个文化的自然就是语言的消息，文化就肯定没得。香港的文化范围真快啦，哈！你讲食、衣、住、行、娱乐，各方面，包括你讲那信仰啦，那那个叫做祭祀啦、拜拜啦，哈！啊，是讲那个上路平时啦、婚礼，那种啊属于文化范围之内。你还当年去了江堰？托东市期盼街新店办节发土，农农街客家妹同美食英语，长泰城当都游客来。自个农业过后，点心街街路还会畅宽。当前体育界太头中市场街胡志强认为，太古客家文化必须想办法增加魅力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东市的客家文化真的不如桃园、新竹或苗栗吗？为什么谈到客家文化，大部分人讲的都是桃园、新竹和苗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行销、自己的作为、用心要增加。欢迎市长好！市长好！胡志强先去体验街客家精彩。有一项系外头东西，其实做客家人了，要用实体建筑带动文化推广同宣传。我真的也不怀疑有一天台湾成为世界客家文化的精华所在，我觉得可以做到。你要不信，我先把东西做给你看。所以我这个客家园楼的观念呢，和客家文化园区的观念呢，已经在构思。不过胡志强也强调，过后经济发展，文化传承将不会变作空话。光讲推动客家文化，没有实际的作为啊，可能会变成空话。这个实际的作为一定两方面，你要替客家文化做什么很重要，你要替客家或者客家朋友的产业做什么？哦，种梨，种碰柑。不能坚持说它是客家产业，但是非常重要。你不能让他生活过得好，一直跟他高谈文化产业的特性和推广，那就有一点点不
务实了。台中县市合并过后，人口数是本来台中市的 2.5 倍，土地面积更加增加 13.5 倍，城市规模显然提升当多。南外头行政区北方，有七项客家人口比例的三项地区，淘汰台中市的征收片，面积由一半客家，人口设置占4%，也就因为较偏远，人口有限，在这两年来，当多地方人士当选。电视合并过后，台中市政府管辖的面积将相对变小，三项颠倒为涵盖央视。尤其三项呢，这个人口少，土地宽，未来呢，台中市政府呢，下面有办法个，有按你的能力，有按你的财源推演哈，来建设三项，你就买按社会所在。资源为综合为，特别向人口较多的地方做建设，要是像讲迄咩要做那个选票的考量吼，我也认为讲，你也有可能啊。在上地区的一般白相啊，都少讲那个边缘化，啊，其实不边缘化，唔边缘化吼，你系住进家心态问题啦。唔住进家，当事家吼，唔能够优先，而地方平均发展啦，就唔系边缘化啦。边缘化嘅意义，标本未来替台中市长胡志强嘅市政同时间做检验。不过有学者表示，透过一条公共建设，其实系时代改善边缘化嘅问题。离市中心感觉会比较远一点，但实际上来讲，是可以透过一些建设一些计划来改善的。譬如说，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这个距离路程是一个讲法啊，那时间距离更是重要。所以边缘化当然是心理的感受了哈，但其实上很重要，主政者他重不重视啊，那关不关心，那可以透过一些软硬体的方式来改善它。台湾呢，幅员不大，然后在全球化的浪潮底下呢，你要说多么边缘化，其实是很难。我担心的倒是被快速的都市化，甚至是粗暴的把你都市化。那我觉得说，这我们的特色就通通丧失，然后变成都市，反而变成是你是都市的一环里面的边陲。演示就要合并，企业生发权也将改变。未来泰部客家庄没有马家窑的面貌，乡亲期待再也有条少，都得可比无完整的配套，可能促成双向发展失败，更加严重。未来三项运循发展，关键还在当地乡亲运循去看地方发展。